留版笔电的上集回顾故故故，发现最多人在下方留言说新的 Minecraft 武器有冷却时间，刀入鞘，唐代刘兆林，翠羽章刀鞘，黄金系马林。观看八七笔电上一集，请点右上方资讯卡。喔喔喔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油杆笔电，欢迎来到我的实况。有很多猪啊！哎，看，哇，我找到村庄哎，不小心还真的找到人类，看第一次。真的有村民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！果然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村庄啊。带些书回家好了。免费的书也太棒了，真的没有。哎，箱子在这里，哇塞，太好了吧！哇，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鞍，几率跟钻石一样，只有 16.3。 经过了这么多的学习了那个武器的冷却时间呢，还有盾牌100%的防御，我觉得称霸这个村庄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然后之后我想在比如说中间设立一个，哇，好多好多僵尸，想在中间设立一个行政中心。哇靠 ，shit！ 哇靠 ，shit！ 太多僵尸了吧？不过他们白天就拜拜了。白天了。这个僵尸怎么没有死啊？哦，有了，烧了烧了。他们应该待会就都挂了吧？哈哈。哇，这风景真是漂亮。看来这个村庄很需要我的调教一下。那我就开始来整治好了。虽然一般人来到村庄后，大部分都是抢完资源。好啊，出去。这个堡垒就是我的了，试试看好啊。哦呦，他怎么了？他还撞墙，妈妈呀！继续撞啊！哎呦，哎呦！看，这边全身铁装啊，不能连击。冷却时间，冷却时间，冷却时间。好 ，OK， 看起来还不错。他怎么撞墙就变僵尸啊？我也要试试看。不会变僵尸啊？奇怪。再来啊，小僵尸。哎呦！哎，哎呦！沦陷了！差点挂了，我还是。小心点好，妈呀，
我刚刚太搞笑了。好，不错，进合理吧。是什么奇怪的癖好？哎，有羊。好，现在就有三个羊毛就可以做床。哇，这边有马耶。哇，看到马了，好多马。选只漂亮点的吧。这是什么？长好丑。坐不上去啊！我一直狂点右键呢。哟！于是新手笔电就去 Google 搜寻看看了。那是什么？如何驯服吗？好，看这个人做影片。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来驯马。很骑马。好。我前方有一只马。我知道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边有个鞍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嗯。二三小。如果想要帅一点的话，按到一个没有东西的地方。啊？它旁边出现爱心的话，就表示它。好。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按到一个没有东西的地方，点。哦，要没有东西的地方。这样子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没有地方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用到有爱心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记得，如果要驯服马的话，就是你要空手这样子。羊驼，原来这是羊驼。有狼欸，我一直想养些狗这样子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把骨头带在身上吗？就是为了有一天找到狼，然后驯服成狗这样子。居然这么多只，挑一只好了。Hello， 啊，这只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哦。就这样，村庄脱离了被僵尸迫害的阴影，村民们各自安居乐业，享有着富足的生活。而有感笔电也找到一群狗伙伴，将陪伴着他继续踏上名为冒险的道路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在这边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右下角的喜欢。想追踪我更多动态，可以按个左下角的订阅加小铃铛。觉得这部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按个下方的分享。我的 FB 专页网址都在下方的说明栏中。那各位观众，我是有感笔电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